一百五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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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五
哦，你收两个呀？两个两个，你收两个呀？水，这个是月亮虾饼呢。我来，给你装。来，存几包两个包哦，香酥鸡哦，来这边。都来了哇！啊，大哥你也要要？不好意思，先拿钱的啦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拍水，拍水。谢谢。阿姨，大马姐，我个村。来，我玩两百块，非常好。来，下午买的。我先找钱来，找三号，三号。不刷地方，我头早开啊。开冷气就可以散热了。我靠，干嘛放在一起？我去，顺从，从进冲。峰哥，是。那你找钱？350。买手机不买啊？我唔得。买手机啊？三十七好不好？三十七两百。后面就香酥鸡，各位来三十七较贵，来百五了，赶快买两百，来150来，来百五，三十七。三十七150。来150，老板啊，三十七百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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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谢谢。三十七好起来嘞，来150都买到了吗？哎，刘大哥，你好。来，给你办好，弄完哦，三十七。好，来，谢谢你们。来，分享完来，找别人给哦。不能收过口哦，只有10个客人。那个峰哥，那个鱼皮快跌倒了。哎，鱼皮400有没有拿给人家？有，再包了。来，分享完你了，把丁哥几千块钱。来，找别人给你，来，能没能办？快起来，快来，几百块来，100块来，我完，再几百呢？谢谢，几百过来，我买个几百，几两面人啊，好来，谢谢谢谢，一盒12颗，2盒24颗，100块了，几百过来，我买几百了，几百过来，我买几百了，好了，我落下机了，峰哥来了，我买几百过来，来100块了，几百过来，我买，来落开落开落落，来我买几百过来，几两，那等于也变什么劣等级的了，我买几百过来。100块弄弄下来啊！你不能清楚，你还没划算的。你买你们，你说的是你自己包。包鱼好，包鱼啊，不生不要不该背的嘛。我刷低吧哈，我刷低吧，下单，过来呗。来，阿爷让虾饼店给我，你搞后背冲下回，你看他给我，叫他不讲。来阿爸来做顾客，阿爸来两包，没，他这样买哈，阿你阿爸真正落去了哈，来这样就来几百块完，100块了阿爸完，来几包的，超级好吃的鸭肉丸，不然要吃阿爸，是泡菜贡丸的，不是阿爸。来，来几百块来，100块来，给你阿爸完几包，你也要吃阿爸完。无个人变，无个人变，你要爱啥搞搞，啊我就袂啊，我过伊嘛啦。这个最重要，这个，阿伯，我吃，干好。来，哎呦，还我无成功人来啦，阿伯一百，多少个？几个？来个几个妹来，给你一百多好哩，方便哦。哦，谢谢，来，多少人来？你几多来呀？好啦，我分来。龟头和万金不仅掏钱，来虾仁，刚才谁买的虾仁？虾仁，虾仁，谢谢。来，月亮虾饼的包，龟仁包里的八块来，200块来，三包里的，四包里的，五包里的，没三包，来了八块，包里，来包里的八块来，200块来，冷八块的。峰哥，你在吗？来，包鱼两百块都200块来。OK， 包鱼你敢敢去收月亮虾饼的钱？哦，来，200块来。我都话你怀疑你卖鱼一排来哦。来，包鱼200块。200块来。卖完啦，包鱼卖完啦。500。来，
来三百块的鲍鱼，进来哦，来两百块，都拿到了啊、哦，过来不管了哇，都过来啊，来看点阿广，看点阿广，来阿要吃三百一头的来煮，来穿那件毛裤，啊，过一头哦，过一头你出去啊，来拢 OK 来。好，来，大哥，来，我有高兵。我隔壁要离开我来。没有，我你开家人。对，就就先放就行了。好，来来来，再叫大哥帮你查了。大哥做王查。好，好，来，佳佳，哎，乖。好。你的鱼皮加虾子来对啦，哎，面条加几把蛋来对，青叶面条加虾来对。好，放在锅碗里对啦哈，来。月亮虾饼再加两包货完两百块了。月亮虾饼来两包鱼来，两包鱼来，四包鱼来，一四包都卖不起，四包两包来。那你今日夹夹红对不对？本来呀，咱红包放惯起来。来月亮虾饼两包货来，两百块了，两包两包。那冰没了。来月亮虾饼两包货来，来最后两位了。月亮虾饼拢装备了五包哦。五包哦，七包哦，两包，安尼拢买了啊！今日营运所谢谢你，我都提前。不会吃就收起来，来龟一头五包过来，龟一头五包。哎，那个帝王蟹肉，哎呀，刷地板开会没啊？我那个有几只？来，多来来。那一头都碎了，几只？那再很切肉。来五百块嘞，你钱不够啦，你鱼头来水当当五百块，来只两三三个人加只尔啦，买五百，三个人加买倒啊，无买卖五百。可以健身楼上。三个人，来三百块嘞，三百块。看我开车的吗？买一头三百人，还一百人，三百多。龟头三百，来过来呀！来三百块了，来最后一位来龟头三百，最后一个来三百，拢准备了未？三百，三百，这三百够不够了？直接到二亚五万嘞，还未五百，够少啊嘞！过来吧，来泡菜锅饭，十个人加啊，我就无啊，来七百块嘞，一百块泡菜锅饭，来收钱，七百块泡菜锅饭。一百块，我过一百六。是的，是的。他在干嘛 ？OK， 红宝多。贵也别加，贵也别加。我这边有一个。四个。我们四个。哎呀。放第八点，然后。来，泡菜锅。来，请把泡菜锅碗最后一个客人，超好吃的，来一百块还没有买的举手。泡菜锅碗弄装备了啊、哦！来，五个客人来。来。泡泡碗那些，泡菜罐，泡碗的，来，你讲贵吧，需求随着市场转变，还行哈，就这样进管，继续训练一下就知道了。也没有了，下午你去那边找我，也没有用那酒班的，也不用买1800来，我爸好，装多些啦，给你，用装多贵吧，来，我爸好嘞，夫妻快带我去，来，我爸好嘞，我管不用四个了，真的最后这一版了，来三个客人，几人？我叫几人啊？来，我。来，小姐，来过来，红包，大家找红包，红包一瓶找红包。来三个，来三个都给你。哦，好，这是妹妹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对了。我们家，等我小心。来，刷题吧，大家。来看我的床，来，你讲超美了，红包，好香，五百块，四十米的，非常漂亮。就算不是老司机，也是来学习如何。来，红包过来，很漂亮。三票你来，四票你来，五百多，五百块，通常四票五百就上少啊，小姐一份吗？来，看好，这票多哩，第五票啊，四票不好听，来五百块，五百块炒起来。来，五百块，来小姐，小姐一份，来五百块来，五票五百，是五票一千。来，炒下五百块来，进来，五百块来炒起来，五百。你啊，迄个啊，敢食啊，迄个唔敢食，你嘛食一个，来五百块钱，五百块来炒的，来最后两个哦，三百块了炒的，五百块换下这吼，花鸡鸵鸟肉，花鸡跟鸵鸟肉，来最后一位了，炒虾，炒一下，
好来，你说一下而已。好来，平甲白的差不多啊。这草的，这平白的，来我把最后一个人给。来，各位先生，下账好不好？来，我爸爸好虾500，还有吗？等一下再卖，等一下再卖。万全猪肉用有啊？炒的比较香，那不用又来。刷地板两百块，对人给你来200块来。刷地板两百，一包一斤，卖200块，一包多少钱？这个高康饺啊，三个，三个。我今天请了有炸的，我看到你个想着我有炸。来，刷地板200块来，200块来，一包一斤来，两百块来，两票你拿。200也不想想谁挑的，对不对？来，当然只是我们家物品比较难抓到的。来，这样两个人，我刷你吧，最后两位了。他每次都不会公告，就突然出现，很难抓到。潇洒帅啊！葱抓饼、柠檬鸡排，柠檬鸡排。来，给你刷你吧，最后两个人，别忘了，最后两位了。哦，来，谢谢。来七块三杯价，存七包两，这样每七包能包半红，来七包过来，七块100块来，存七包两多少？好，不要消钱，把这杯来，七包过来，七块100块来，最好能包两，七包七包，好啊，就古风啊，好牌子，好牌子哦，来100块来，大哥没有，存几包两，存几包两，存几包两，哦，一点，七块，他买你啦，西哥买你啦，西一斤。这大事是做的呢，拖布拢开开啊，已经拖布了关系啊，不爱做疗愈。太好了。来，别吃鸵鸟肉了，赶快啊，200块给我了，带带带。哦，我先分了那，鸭肉我烤了。哦。我叫买鸭肉呢，阿爸那来。来阿爸来，来这边就有嘿。我哩当着买，就买下来就吃。好，来鸵鸟肉卖完，咱来上鱼头啊！来，咱来先炒卤肉，30块7包，免鱼啊，免鱼啊，鱼200，我拢卖200啦。然后你带去7只，这样1包8哦，7包8。鸵鸟肉，鸵鸟肉100块。我再加包。哎，买几包？你买几包？4包。来，一百块鸵鸟肉，我再4包。来，鸵鸟肉100块，他准备包了，没啦。好，鸵鸟肉100块，这边能不能有？有哈。哦，鸵鸟肉辛苦了，好啦。不接两个人。来，鸵鸟肉，来100块。不行，制作人家对我不好了。500是一份，2份是吧？来，100块鸵鸟肉拢卖掉没？有啊，好，谢谢你们。帝王蟹棒哦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上来一条，要吃的来，三个拿出来，来，一个客，十粒回去煮哈，真的很新鲜，来，五十，要四十，上者，来20块，我得，20块来，来20块，啊这边，我不要称一下，我不要称旁边，来20得，20块了，一个十厘米，这股货很正常，我大伯来，来进来，来上来一条20块，来20块。那边讲三个阿公，阿公。我头一条一条。来啦，等下等下等。我刚刚。几页啦？几页啦？几页啦？好。我爱占人手里钱。我这里8个。8个。火车啊，没有在停的。8个，3个，11个吗？11个，好来。哎，哥姐，让给你来20块。哥姐，三个价，来20。哥姐，你好，来过来。来20个。来，阿姐是泡菜公啊。来泡菜贡丸，上辈泡菜贡丸，来泡菜贡丸。所以证明你跟我一样比较喜欢有点肉的，对不对？来7包，存7包两。我从很早以前就说过，我不喜欢太瘦。我存几两7包两。我哈，来别吃帝王蟹尾棒，来200块来，200块。帝王蟹尾棒沾沙拉吃非常好吃，来新鸡老鸡来，带鸡来找鸡来。200块来，今天寄过你来。200块，200块后面翻上来，后面，然后一碗蟹尾棒，200块来，
200块来，200包，来1000的小八百，来1000小八百，来200都，这还紧，我帮你切，顾客你还冷，来2份，这我挂，我先给你，得了，收一包，200块都挂一箱啊，来200块，来10斤，来12斤，来200块来，来200块吃啊喽，来5斤，来9斤，来12斤你来。我喜欢身高减几怎么啦？来，你那是啊，欠就欠啦。怎样呢？慢慢来啦。你当生姜末郎啊，先去先去。110的，我爱省爱省。100左右。我再来加一点花椒。我再加一点花椒。来。16555对我太觉得太瘦，如果1656我还觉得比较刚好。加点鸡来，来龙给两位，一碗鲜饭，谢谢，喂了哈，谢谢你们，来，你吃饱一样呢，哦，饱一样，终于有人刚刚过来一样，算中一百零九，哎呦，我觉得都一百零九，那种外形就比较吸引我。来，金龙虾麻鸡腿排200块，一斤，两斤，三斤，来八斤，来10斤。你咧收的时阵啊，问讲，两分会当收咧，三分会当收咧，我春节了，要卖三分啊，我哥。来，金龙鸡腿排200块，来200块来，10斤我你啦。来500就少300，先少钱。多少钱？多好吃，真正好吃，吃到你会足怀念。你卖卖三礼拜，你一定会过的。你卖有风格上紧张啊！6斤，来10斤，来，你帮小马鸡腿排拢装备来啊，200块，我几排第一名的，拢来啊，这里要吃看卖无？对。好，要吃红的好。真得啦，真得啦！哎，对，这问完这个，这也就知影吼，伊大下物件拢买过啦。来，200块，我今早咧未来三来，可以嘛？我来买过。来，200块，200块。来，柠檬虾麻鸡腿摆拢歪啊！哎，这个真的很好吃嘞，这我无辜负，你若要吃，就家己买。哦，来，谢谢。来，阿婆来要吃红梅，阿要吃啥？来，红烧饼哦，红烧饼，那多久啊？后面连红烧饼在后面。OK， 各位包。这我。没啥，你要不我？这是葱吗？对啊。OK， 好了 ，OK， 没错。要不要？没啥包。包少啥包 ？OK。再买一包啊。你这块包啥包？有那个没啥包 ？OK。你买成品包都可以。呀，你葱花饼啊？等一下，你红梅啊红梅，哇，你葱花都几包，大哥嘛无买着。来，我们吃葱花饼的200块，来200块来。年轻的小伙子都喜欢比较偏瘦的，成熟的男人都会喜欢带点肉的。大只小出来，来200块来。真好，4包哦，来200块来，葱花饼。哎哥。哎，开始存100了。后壁有啦，存100了。哦，来。后面多三包了。我要叫你莫开啦。一下冲超平啊！峰哥很会自带笑点。冲超平的，好啦。我有时间给你，我无直接跟你讲后壁冲啊稳的。好。我时间好。后壁存三包啊！哥哥，我已经搞清一堆啦。来200来，上不去了，冲抓饼，来大哥阿伯来见。哦，你这叫的阿雄会袂啊？对。下腰。林春霞。来冲抓饼拢袂了啊？520。200块，200块的200块。你是要排吗？冲抓饼200。你要先从旁边开始做起。冲有了哈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给下来。刘大哥，阿刘大哥两张。哦，你是刘二，你看咩系？真乖，我剩三包，歹势歹势。我是真正无方便啊，我剩可能无，后礼拜就有，后礼拜我就有啊来。有要食甜食，歹势啦，谢谢啦，来300块。有两排咯。两排，有嘞，不断的。要继续买袂落啦。袂啦，无要买，佫要再堆。来300，2包700克哦，700克哦。我700克就超过1公斤啦吼，是袂你500克啊吼。来300块来，hello。来甜食300块来。
来，阿姐也会来。嗯。来沙包。来几百小李。来沙包。来一千三百块嘞。三百块嘞。一千买三包。三百块。来，过来，要吃甜虾不？三包哦。一公斤过五十克哦，是五包、哦，来三包甜虾。有啊，拢有咧两包甜虾，三包，三包，三包，好来，感谢各位。一道啊，你吃啦。一道啊，一道，一道，有一道，好啦，有一道，甲切切啦。啊，你头前有啥？我无买着，小可嘛。尽量甲我讲，你要吃啥？一道。香酥油一千啦，香酥油一千，伊即摆变几条？条诶，你就去用其他关王变几块诶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来八块的香酥油一千，八个个人而已。我卖你们很便宜，真的很好吃的香酥油一条来，冷八块来，来两百块香酥油一条冷八块，对，别叫，啊，别叫，钱起码给你，最后我给人给你。一包四二，就爱卖你百三百五啊，两包、三包，那数据应该即世人我捌吃过吧？即两包过来，两包或五包，来两百块。先从答应开始嘛，后生长再再生又七大波有大龙哥，贵两百块。阿杰走了，你要走了，来了还那么早呢？来香酥油一条，两百块钱，来两百块了。冷霸和香酥油，冷霸都不让快掉。先生，你是要去刮刮的，是不是？等一下。来，贵也不关掉。来几人？来，最后三位了，你记清两个。来，冷霸和看前面，看两个人再拿钱。你要只看我。好。我那么讨人厌，看我干嘛？来，冷霸和来两百块了，香酥油一条。来，过来来哦！哎，是啊，蛋蛋刚用那壶来啦。来，蛋头慢点喝，等一下就结。来，香酥油条冷八来，最后三位了。还有谁没拿到？来，冷八过来。无啊无啊无啊，春节收粮，你不等下收吧，马上收吧。来，冷八放最后两位了。三包四包了，五包给你们，最后两位了。真的没有了，还没有买的，两百块了。冷八放的。来，抓这个。来，春节粮，香酥油条，五包了，七包了。我包你了，来了，八号最后一位了，好啊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，油炸气炸配粉配小酒加七头，来了，八号春节呢，有一个包包的，来，好，可以给我，比赛最牛的，木木鱼最推荐，最最牛毛，推荐的，来，要吃一道，三百块完了，三百一道，来收钱，一道三百，三百块嘞。你有几个客人？来沙发路。来。对啊对啊，没客户哦，没客户哦，快点。来，过来过来。来，等一下啊，我要出来啊，三百多。你们哪一道？对不起，空掉啊，你给我跑空杯一道的。五单单，快点。有人吗？这个算一下，这个超哥。对了，超哥这个。来两百。对啊，你挺漂亮哦。好了。好了。来沙发过来。一道，我们那边吃。来一道沙巴肉，三百块来弄完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我们不说了，说给你们。一道完了，完了。